家好，欢迎收看《故国神游之两宋风华》，我是袁熙。那我们知道，宋朝之前呢，中国处于五代乱世，之后呢，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长达300年的文明富庶的时代。这前后的转变呢，可以说是非常之大。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1000多年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转变呢？当然说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当然是因为宋太祖的出现，他建宋代州，然后又平定了四方割据政权。其实呢，这个答案并不准确。建宋代州也好，武力收复割据政权也好，都可以用打天下来概括。但是打天下呢，它只意味着终结五代。那么如何使历史不再重蹈五代覆辙，开创出一个全新的两宋来，那就还需要治天下。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五代为什么会结束，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两宋风云的前两集，看看宋太祖如何建宋代州，如何征伐列国。那如果想知道两宋因何而始，乱世因何而终，那就敬请收看这一集治乱义武三策学番。那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乱世呢，各有各的乱法，各有各的特点，也是彼此不尽相同。那五代之乱呢，就乱在五人弄权，兵戈扰攘。具体来说呢，有三个层面的体现。一个是呢，中朝禁军将领能够操控君主的费力。第二是呢，藩镇的军士呢能够操控节度使的费力。第三呢，是藩镇呢他靠武力割据一方，就跟这个中朝呢分庭抗礼。那五代的一个军阀，他叫安重荣，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焉啊。那这个话呢听起来很像陈胜吴广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焉。可见呢，在五代时人看来，谁的武力强大，谁就应该做帝王。而宋太祖建宋之后呢，他所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吸取五季的教训，能够吸天下之兵，建九长之计。那由于宋太祖他自身呢就是禁军将领，然后一招黄袍加身做了帝王，所以呢，对于五代之事五人弄权的问题，最让宋太祖感到亟待解决的正是这个中朝禁军对君主费力的操控，也就是说呢，他要收中央禁军的兵权。那我们知道，通常来讲呢，收兵权呢是一件非常敏感、非常棘手的事。但是呢，宋太祖呢，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精彩。这个呢，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那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事情的经过呢，很简单啊。有一天呢，宋太祖就与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几个禁军将领饮酒，那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呢，宋太祖就让左右的人退下。在座的几个禁军将领呢，都是早年就跟随宋太祖的，就是他的故旧之交吧。那宋太祖呢，就突然对他们说，做天子很难啊，还不如当节度使的时候快乐，我整夜整夜都不能安枕而卧。那大家一听呢就很奇怪啊，就问宋太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太祖就说啊，这还不明白吗？啊，这个天子之位谁不想做呢？那众人一听就吓坏了，就马上磕头说啊，陛下何出此言啊，今天命已定，谁还会有异心？那宋太祖就说呀，你们当然不会有异心，但是万一呢，你们的部下预谋富贵，那有一天呢，把一件黄袍披在你的身上，你就算不想做天子，也由不得你了。那宋太祖说的很在理，因为这种事情呢，就曾经发生在他们几个人身上，并不是没有可能重演的。那石守信等人呢，就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好了，就只好请宋太祖明示吧，就到底应该怎么办。那宋太祖呢，就给他们出主意啊，就让他们释取兵权，出手地方大镇，买田置地啊，留给儿孙，
然后再多买歌儿舞女，过起这种舒适的生活，颐养天年。然后呢，又跟他们约为婚姻，就是通过联姻呢，消除君臣之间的猜疑，从而能够上下相安。于是第二天呢，施守信等人就纷纷上书称病，请求解除兵权。那这件事呢，发生在建隆二年，就是宋太祖登基的第二年。那史家呢，对这件事评价很高，认为宋太祖收兵权于杯酒宴笑之间，在这件棘手事情的处理上呢，上不失国恩，下不失臣节。宋太祖收中央禁军兵权这件事呢，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五代遗留问题非常多。那我们刚提到的五人这个五代之事，五人弄权，有三方面的体现。那中央禁军操控君主费力呢，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条呢都与藩镇有关。就这个藩镇问题，宋太祖与赵普之间有一段对话。那宋太祖就问赵普啊，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呢就一语中的指出啊，天下的祸乱之源呢在于藩镇啊，要想太平呢，就要削减节度使的势力，也就是要削藩，并且呢提出了三点具体的建议，叫做削夺其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那用现在的话讲呢，就是要从政权、财权、军权三方面入手，去解决藩镇问题。那赵普的话呢太祖非常的认同，就说轻勿复言，无以喻矣啊，意思就是说呀，你呢不用多说了，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么接下来宋太祖做了什么呢？首先就是削夺其权。那我们知道藩镇呢也叫方镇，也叫节镇，这个据守藩镇的长官呢叫节度使。在削夺其权方面呢，有一种做法是在宋一统列国的过程中那些新纳入宋朝版图的藩镇就不再设置节度使，而是由朝廷呢派官员去知州事。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原来旧有的藩镇呢，如果有节度使死亡遗镇，就是被派到别的地方去做节度或者是治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退休，那这个位子呢就空缺下来，朝廷呢就派朝臣出手全知州军事。此外呢，还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做法，就是把这个藩镇的节度使啊召集到京师来，然后呢赐给他们府地，然后授以虚名，然后给予厚禄，然后把他留在京师，然后呢再命这个朝臣呢去出手诸藩。那说到这儿呢，有一个故事也很有名开宝二年，就是公元969年的十月，那一些藩镇的节度使就入朝，宋太祖呢就在后院啊就宴请他们。那席间呢，宋太祖就对他们说你们九龄大镇啊，公务繁忙，这个呢不合乎朝廷礼遇贤臣之意啊。那在座的呢有人就听明白了就是凤翔节度使王延超。那王延超呢就马上就起身上奏啊，说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起骸骨归田园，臣之愿也。意思就是呢，我年岁大了，我要告老还乡了。但是另外几位节度使呢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在继续讲述着自己当年的战功。那宋太祖就说呀，此一代事何足论也。意思就是说呀，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第二天呢几位节度使呢就纷纷以年事已高然后请求辞职。宋太祖呢就授予他们一些荣誉头衔，然后撤去了他们的节度之职。这件事呢与解除石守信等中央禁军将领兵权的过程非常相似。所以有一种提法说杯酒释兵权呢有两次，这算是第二次。这个其实呢只是提法不同，其实呢怎么算都行。那么继续刚才的话题，在削夺其权方面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罢方镇所领之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方镇呢它除了它驻地之外，它周边地区啊所辖的这些支郡就
都直接隶属于京师。那朝廷呢，就派朝臣呢做这些州县的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就不再听命于藩镇。那总之呢，就是这些削夺其权的做法，我们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以知州代藩镇。但是相应的呢，又有新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知州啊，它的全称是知某州军州事。军呢是指军政，州呢是指民政。那就是说呀，这个知州既管军政也管民政，那可见他的权力是非常的大。那么怎么能保证知州呢不会演变成另外一种藩镇呢？所以呢，朝廷又在诸州设置通判。通判的权力也很大，一州军民之政都可以管，有事呢就直接向皇帝汇报。那通判的性质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监察机构，知州的性质呢，就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机构。后来呢，宋太祖又规定啊，就是这个地方文书呢，必须既要有知州的签字，也要有通判的签字，然后才能生效。就是在这种互相制约的结构中呢，就形成了一种权力监督的机制。那通过上面这些举措呢，藩镇势力就被大大削减，节度使后来就是仅成虚名。那刚才说了赵普县的三策啊，一是削夺其权，二是治其钱谷。那我们就再看看第二方面，就是经济方面，宋太祖是怎么做的。五代时候呢，方镇控制着各地的这个财富税收，大部分呢就是都被他们截留自用。那宋太祖呢就规定啊，这个各州的税收啊，就是除了留下必要的开支之外，就是其余的呢就全部要输送京师。此外呢，朝廷呢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也叫曹司，就是专管一路财富之事。那此外呢，又派这个京师官员啊到各地监临场务啊。这个场务呢是指征收各种商税的机构。那我们知道宋朝呢它就是商业很发达嘛，这个五代时呢就有场务啊。但是这个五代时的场务就很混乱，常常是这个藩镇呢派衙校啊，就是一种级别比较低的武官呢去管理，也没有什么章法，然后税收也不合理。那宋朝呢就派京朝官去负责各地场务之后呢，不仅是实现了这种标准化管理，那相关的这个税收呢也都归于国家所有，那节度使呢就无权过问。最后呢再看削藩的第三个方面，收齐精兵。这一点呢，除了之前提到过的就是直接罢免节度使之职，那他的兵权就自然被解除。除此之外呢，宋太祖还挑选强壮的士卒作为兵样，就是这个样板啊，然后就把他送到各个方镇呢或者是州郡，让各地的这个长吏以此为标准挑选出强壮士兵送到京师，然后加入禁军。这样一来呢，地方的精兵呢就被编入了中央禁军，那中央禁军自然就成为精锐部队，而地方的军队的力量呢就自然被弱化，就无法再与中央抗衡。那综上所述，宋太祖呢通过削夺其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就顺利完成了宋初的削藩行动。当然说起来呢，这些举措并非是一蹴而就，都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比如罢方镇所领之郡，那这一步的完成呢是在太宗朝太平兴国年间事。再比如呢，以文臣之州这个是到了真宗甚至是仁宗朝才全部完成。那以上呢就是北宋初年如何以五代为鉴，治乱抑武，成功削藩的过程。那这件事也带给我们一个思考，我们知道五代之事呢，禁军兵骄，藩镇权重，谁都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但是呢，宋太祖却能够从容收之于杯酒宴笑之间，就看起来呢好像很容易。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我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的容易没有看到容易背后的原因。那我们以史为鉴呢，可能会看得清楚一些。我们知道藩镇呢，如果追溯上去，往远看呢，它相当于周朝时的那个封建诸侯。那往近处说呢，也可以追溯到唐朝。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周朝为什么会变弱
是因为这个封建不好吗？那么唐朝为什么会终结啊？是因为藩镇不好吗？但是呢，我们别忘了，这个封建诸侯，你可能认为它不好，它再不好呢，周朝呢却有着相当长的盛世阶段，藩镇节度也是啊，你认为它再不好呢，但是它却曾经起到了秦王平叛、保卫大唐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呀，周之败，其罪非在诸侯；唐之败，其罪非在藩镇。那么其罪何在呢？其实就是在于周朝、大唐自身的衰落。就是说呢，当中朝出现，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吧，比如这个天子失德呀，德不配位呀，那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造成这个上下失序啊，纲纪大乱。那这个时候呢，周围的诸侯也好，藩镇也好的就会失控。也就是说呢，原因是在这儿啊，是在中朝啊，或者说是这个天子自身出了问题。那么再回到宋朝，宋太祖收兵权啊，不管是收这个中央禁军的兵权，还是这个削藩中收节度使兵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呢？就是因为呢，宋太祖他无论是取天下、坐天下，还是在他的这个私德修养上，都做到了以德配天、以德配位。那相应的呢，中朝也就建立起了其应有的威望。那无论是禁军将领，还是藩镇节度，莫不臣服。于是呢，中朝发号施令，地方令行禁止，上下相协，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势成一统。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